啊，你看看去。没事吧？等一下。啊。你过来看，好像哭了。是不是哭了？过来看。看。你这咋了？你这是？跟男朋友吵架了。啊。没事儿，其实有啥事好好说呗。跟他没法沟通。就给你扔着了。嗯呐，这块没有车。那要不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来接你吧。对，缓一会儿他能来。他生气了。我电话在他车上呢。我电话在他车上呢。要我俩送去吧。啊？我骑车帮你撵了，你坐他车吧。合适吗？没事。那好吧。天哪，你带的。那也不至于给一个小鸭蛋扔外面啊。这会儿就坐摩托车了，赶紧滚吧啊！对，咱别说话，天边好大，有啥误会就揭开呗。你这咋说话呢？这还说啥呀，兄弟？带个好好玩吧，拜拜。什么叫好好玩，兄弟？完了，头一段微信也不咋回呀，我就有点对他有点猜忌，明白不？完了，那突然我俩搁那吵完架，一下出来俩人，说实话你俩出来我也懵，我又生气又懵的，我一看你俩吓唬他，我没想到就是碰到你俩吧，这件事闹得就有点不小。那我说你也都听啊，兄弟，我他妈进屋里还不是走了，爷们儿吧，咱们那个大了，对呀、啊，也挺感谢你俩，哥们儿，有啥事咱慢说呗，回去了对不起。那个地方连个人都没有，也没有车，那这拖俩孩子，你后不后悔？衣服都没穿他好，好歹你给扔个棉袄啥的。得亏有你俩，要没有你俩的话，一样。完了，两个人在一起都不容易，就是双方都哄点自己脾气，没有啥过不去的。说开了，说白了，就头一样。谢谢你俩啊！要不今天，没事，非常感谢。行，说完了，你慢点快啊！你慢点骑，哥们啊！拜拜。待会儿啥事慢慢说，别着急。谢谢啊！你俩待一会儿，不那样了，哄一哄。我俩先走了。我俩先走了。